今天真是惊险啊！是啊，爹，我可不想死。贪生怕死，我还没娶媳妇儿，贪恋女色，我还得给您养老送终。你这臭小子，朕教子无方，让皇上见笑了。朕看着倒是觉得像在家里一般。像家里一般？这，莫不是小玉？ 皇后在宫中也这般口无遮拦，我才没有，不是，他没有，我们很好。他们现在甜蜜着呢，是吧，皇上？这，徐元帅如何得知山谷当中有埋伏啊？今日臣发现达达异常安静，臣觉得事情不对，便暗中留意。果然发现，每天晚上都有小股士兵转移，数日累积下来。 也不是小数目，臣猜到他们会有行动。要我说，应该攻打进去，夺了他们的老巢。哎，万万不可！不知虚实，贸然进攻，乃兵家大忌。